老妈必须要动手术了。你不是说你拿钱去给阿姨治病了吗？以后不许再赌。那要是50万呢？今天呢，是我们这儿最最精彩的一场比赛。无论输赢，我们都有50万。等你打完这场，我们就结婚。叶鹰，我叫叶鹰，我没有靠山，因为我就是那座山。再来一次，我一样会打倒你。